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宁海荣。荷花是花卉王国里的名门望族，被誉为君子之花。它不仅有亭亭玉立、清香飘逸的风姿，更有出淤泥而不染、迎骄阳而不惧的品格。因此啊，自古以来，荷花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数千年的诗画长河中，都飘逸着清新的荷香。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南宋诗人杨万里描写荷花的名篇。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其二，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刚才我们朗读的是杨万里描写杭州西湖荷花盛景的一首七言绝句。农历六月的杭州啊，已经是暑热难耐，但在清早呢还算凉快。西湖西南边的净慈寺一带地处山水之间，就更为凉爽了。这天早晨，诗人杨万里呼吸着凉爽清新的空气，走出净慈寺送别友人林子方，路过西湖边。大概是因为很久没到这里了，突然间满湖的莲叶荷花闯入了他的眼帘，这壮阔的美景啊，一下子把他征服了。于是他不禁发出这样的喝彩：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既交代了时间地点，也开门见山地指出此时此地风光的与众不同。那么眼前这片让诗人动情至深的荷花是何等的壮美呢？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尽管开头两句的赞叹已经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但这一连工整的对偶句依然让人大呼惊艳。作者运用互文的修辞手法进行描述，满湖的莲叶荷花一直铺展到水天相接的远方，在朝阳的辉映下，无边无际的碧绿嫣红真是美不胜收。大多数诗人的笔下呢，都把荷花比作美人，亭亭玉立，玉洁冰清，极具阴柔之美。而杨万里的这首诗啊，却写得极为的壮美，境界扩大，语言也很有气势。你看，接天映日无穷别样，阳刚与阴柔，壮美与柔媚，在诗歌形象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杨万里的一生创作了很多跟荷花相关的诗作，在他的另一篇名作《小池》中，荷花却呈现出了另一番的风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这首诗里，泉是泉眼，水是细流，荷是小荷，叶是尖尖角，这尖尖角上还立着小小的蜻蜓，再加上诗题小池，通体小巧玲珑，天真妩媚，令人耳目一新。不论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观，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别致，诗人杨万里以一颗爱荷之心为荷写照，为荷铸魂，也让这亭亭玉立的君子之花绽放千年，风雅千年。
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杭州西湖的荷花久负盛名，历朝历代都有诗人留下佳作，但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句子一出，却让众多名篇黯然失色，以至于千年之后依然是西湖荷花的最佳代言。那么这接天映日的荷花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呢？与杨万里大约同处一个时代的画家冯大有曾经创作过一幅太液和风图，通过这幅作品啊，或许我们可以一窥西湖荷花的盛况。我们整体来看，在这幅不大的团扇扇面上，荷叶层层叠叠，舒卷自如，几乎布满了整个画面。荷花袅袅挪挪，点缀其间，如同仙子一般风姿绰约。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幅画的构图主要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靠近画面下半部分的水面，在大如伞盖的荷叶下边，浮萍点点，几片零落的莲瓣，三对水禽在莲叶间戏水觅食。第二部分是画面中部密密匝匝的荷叶和若隐若现的荷花，或含苞待放，或初展芳容，或临风怒放。第三部分是荷叶之上的天空，一只孤雁飞过，一双蝴蝶正围绕着白荷翩翩起舞。浮萍为点，荷茎为线，荷叶为面，点线面结合，使画面充满了意趣。那在满池盛开的荷花里呢，画家将画面黄金分割点的位置留给了一只亭亭玉立的白荷。我们知道，以素为绚是中国古典艺术哲学和审美思想，古人往往将红荷代表美艳，用来指代女子的容貌，用白荷代表清丽，用来寄托文人士大夫高尚的人格。画家或许是在借这只白荷自喻，而白荷之上着意绘出的一对彩蝶，似乎也在告诉观看这幅画的人，你若芬芳，蝴蝶自来。从荷前出浮到小荷才露，从十里荷香到残荷听雨，荷花的每一个生命阶段啊，都充满了独特的美感。这种对荷花荣枯的用心体察，又何尝不是对人生际遇的感怀呢？